要吃饱饱来，还是你肚子快饿了？他一开始不太想吃，后来其实好像蛮好吃。是浅浅哦，这是浅浅哦。对啊，都是浅浅。吃吃哦，很小泉小朋友。吃吃，表情好丑哦，好像不好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越吃越不好吃？太甜。太甜也不开心啊。就好比我们吃一吸吸的糖，然后再给你加个一吸吸，你会觉得腻了。开始不耐烦了。对啊，吃吃吃，一直看镜头。你在想妈妈可不可以救你，帮你吃试试？不可以。吃一针疫苗吃那么久。你要慢慢吃。好。怕吐。